会不会觉得是威权复辟的一种？那对选情还有对蓝营的影响性又是如何的？中介法的确是一个威权复辟，一个网络专制的一个法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呼吁我们政府悬崖勒马，不要再继续往下走，不但是公听会要暂停，一定要撤回，重新草拟。那对选情的影响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个中介法暴露了民进党的心态，我们民众心里面看得非常清楚，哪一个政党才是对我们国家真的有利的，已经非常清楚了。郑运鹏有在电视节目上说可能您不是一个佛系的候选人，那这个部分你怎么看？佛系不佛系要看场合，有些议题一定要仗义直言，譬如说论文，譬如说中介法，这种事情怎么可以佛系，一定要大肆的，不是说批评，一定要呼吁，大肆的呼吁。睡眠问题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，睡前三十分钟喝上一包，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。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，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，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 321，邀请大家多多支持。